享受了现在的成果吗？站得越高，摔得越狠。I am king。好点了吗？叶主播，我是你粉丝，我有幽闭恐惧症，看到你太激动了，所以才不好意思啊。你是我粉丝？啊，是啊。这个，你送的。你说花啊？我想送你的，但是我送不起，太贵了。不是你送的。那你是怎么进来的？好吧，下次小心点，没什么事情你可以回去了。还有，这里不是随便谁都可以进来的。那个叶主播，你能给我签个名吗？我是你3年的粉丝了，你的每一期节目我都看过，我也想跟你一样成为一个永远追求梦想的人。我的梦想是当一个设计师，能帮我签个名吗？